你们想要的机器人保姆真的要来了。国内机器人公司星尘智能最新发布了一款 AI 机器人 Astribot S1。这款机器人的实力简直太逆天了，从叠衣服到颠锅炒菜，从分拣物品到吸尘打扫，再到竞技叠杯等各种高难度任务，全都手到擒来。看来我们国内的 AI 正在快速崛起，尤其在 AI 机器人方面完全不输给国外。想象一下，下班回家就有一个机器人保姆为你准备丰富的晚餐。厨房里，机器人正在给黄瓜削皮、切碎辣椒，细致地做着烹饪前准备，然后再熟练地煎着吐司。颠勺的手法甚至比你还娴熟。如果觉得味道不够，它还会麻利地撒点盐，调整到刚刚好。饭菜搞定，这位机器人大厨又开始变身贴心管家，帮你准备饮品。不管是拧瓶盖开饮料，还是开红酒，它都能轻松搞定，也不会让瓶子里的饮品洒落，让你坐享尊贵服务。吃饱喝足，你以为他就休息了？ No no no， 他又开始默默地整理衣物，无需远程操作，他便能够自主完成从熨衣服到叠衣服的一系列过程，几十秒就将衣服叠得整整齐齐。接下来，他又帮你收拾凌乱的办公桌，利用他的超强视觉识别，把桌上的物品分门别类放好，桌面上瞬间变得井井有条。更厉害的是，这个机器人还能帮你维修家具，给花浇水，给台灯插上电源等，干些琐碎的任务，双手配合得十分默契。即使面对复杂的电器，它也能够轻松应对，比如拿起吸尘器，几下便把桌面上的纸屑清理得干干净净。而且更酷的是，当你想放松一下时， SE 还能展示几招绝活，让你心情瞬间舒畅。比如，他能在2秒内便轻松完成叠杯的技能，哪怕是慢镜头回放也毫无瑕疵。甚至还能从3层红酒杯下稳稳地抽出餐布，动作干脆敏捷，红酒杯纹丝不动。更惊人的是，他还能将纸飞机精准地飞进远处的桶里，力度控制得恰到好处，就像真人一样。SE 有着超强的学习能力，可以快速学习并模拟人类的动作，已经具备了与成年人相当的敏捷度、灵活性以及协调性，足以应对各类有益于人类生活的复杂任务。比如跟着人类跳舞的视频，他也有模有样的跳了起来。更绝的是，像写书法这种对手部细腻度和稳定性要求极高的技能， SE 也能轻松掌握，写出一幅星辰二字的书法作品，笔画流畅自如，韵律感十足。相信不少小伙伴都曾憧憬过拥有这样一位全能型的机器人保姆，替我们解决那些琐碎的家务事，让我们过得更悠然自得。目前 ，SE 已成功接入大型模型进行测试，并预计将于2024年正式投放市场，实现商业化应用。这样的机器人保姆，你们是不是也很期待呢？